いただきます。これね、チーズとチーズ入りと餅入りが両方。镜头前大吃自制起司马吉培根卷，一口接一口，一下子就通通吃完。今年37岁的日本大胃王木下佑香8号上传最新影片，网络上是人气 YouTuber， 拥有540万人订阅，靓丽外形与大胃王头衔反差超大。不过却有粉丝发现他最近疑似走中，跟去年比起来脸部明显有变化。网友就在 D 卡发文，有好一阵子没有看到木下佑香，发现他的长相有点不太一样，纷纷留言看到他影片脸好像变胖了。医师分析，大胃王有可能随着年纪变大，不胖神话跟着破灭。年累月低的，它可能会造成胃的过度的撑大，它能够吸收的热量啊，可能也会越来越多，胖就是第一个可能造成的后果。其实木下佑香在9月初就曾直播表示觉得自己老化严重，所以去找抽脂专家做了医美填充脸部脂肪，脸部浮肿很有可能还在恢复期。近期有不少日本大胃王一举一动也备受关注，但体型却几乎没有变。大胃王们暴饮暴食还能维持标准体态，只能说是天赋异禀。三立新闻谢文祥、谢邦明台北采访报道。